请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找一棵植物作为连结的对象。将它带去一个你认为舒服的位置，以你觉得舒适的姿势坐低，将植物放在你前面或者你的旁边，如果你所选的植物不方便移动，你可以在植物旁边舒适坐低。首先，请你用少少时间感受一下你和植物一起这个空间。深呼吸两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慢慢合上眼睛，再深呼吸两次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尝试打开你的耳朵，听下周围的声音。自然的声音，人造的声音，我们都接受它们的存在。将注意力集中去手掌，打开你的手掌，尝试用手去触摸身边的空气，可以移动你的双手，感受空气的流动。现在请你慢慢打开眼睛，再次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和刚才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现在邀请你将注意力转移去植物上面，用少少时间仔细观察一下它，
它的葉，莖，分別是什麼顏色的呢？有沒有花或者果的？葉紋是什麼樣子呢？用手觸摸它的葉，莖，泥土，感受一下不同材質的觸感。你有沒有另一種感受呢？如果可以，將鼻靠近，聞下它發出的味道。不同部分的味道，會不會不一樣呢？你亦可以用手指輕輕捽下葉面，聞一聞。味道會不會令你想起任何東西呢？現在邀請你用雙手觸摸植物，然後合埋眼，感受一下这个在你手中的生命。你認為植物朋友這一刻想跟你傳遞什麼訊息呢？如果你有什麼感受，亦歡迎跟他分享。多謝你的參與。在剛剛的過程，植物一直都陪伴著你。現在邀請你
用少少时间同佢分享啱啱嘅体验，亦多谢佢嘅陪伴。